迎大家来我们家，这边呢是我平常主要招待客人的地方。那我也很喜欢去露营，喜欢接触大自然，所以我就把帐篷弄到我们家。那啦，这边呢是我们的景观池，这个景观池呢可以跟水豚一起在这边游泳。太夸张了吧？那你是线上预约就可以了吗？去啊！我会想要买门票去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